大家好，我是力度车行创办人黄海庆 BBM。 力度车行已经有46年的历史啊，算是一个老字号。开始我们经营新车跟旧车，还有汽车保险、汽车分期付款。我们公司主要买卖进口一些 Mercedes、BMW、Toyota、Honda， 我们也有进口 Bentley、Porsche 一些跑车，一些名贵的。如果顾客所要求的品牌，我们都可以帮他们进口。新加坡有很多车行，可是我们以诚信承诺打响我们的公司的品牌，讲得出做得到，按时交货，所以口碑好，顾客会介绍给我们。在2020年冠疫情期间，政府关闭了三个月，还好我们有做自线的广告买卖，收了很多订单，所以一些费用还可以补回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员工都没有辞退，也没有减薪都是照旧。大家因为跟我们做了好几年，即使我们没有什么收入，我们也会照旧给他们。接着疫情慢慢变好，我们公司有看一些比较多人看的网站，我们会注进，我们本身的网站也要改良，所以顾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我们的牌子。做汽车买卖新车主要是售后服务。这么多今年 Toyota、Mercedes 这些车都是很少有什么发生，而且我们的零件又快很快就拿到了。我现在是半退休，早上跟朋友喝茶喝咖啡，吃早餐，谈谈天就到公司签一些支票文件。中午约朋友吃饭有时间就唱唱歌，唱歌班有老师教导。做人要一个好的心态不骄傲，不失心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好好的过每一天。健康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注意饮食，不要吃太甜太咸，也要经常运动，保持身体的健康。因为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，只有健康才是自己的。